今天第一次走进教会，或者说第一次了解基督教，或者说第一次认识熟悦牧师，那么我也告诉你，这一句话是关键的关键，关键的关键。莫利亚，对了，对耶稣基督的人来说，为什么那位耶稣是救主？为什么他战胜了世界？也解决这个问题啊。我们都是一样的，虽然每一个人的需求不一样，每一个人的要求不一样，但是我们都是想寻找一个什么东西。出来，牧师出来参选国会议员，那么希望在这个国会里头有我们大陆的同胞，那么替我们发声。这个时候呢，就需要我们这些在座的人发动你周边的这个亲朋好友。Every time there's an opportunity to spread the word, we have to take advantage of耶稣的名，阿们。比赛，兄弟，比赛，好，好。